Hello， 嗨，我们又来了。我是小妹 Rachel， 我是大姐 Kelly， 我是卡在中间的那个 Katie。今天我们大家猜一下，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事情？我们要抖一抖，抖一抖，给大家看我们包包里面装了些什么东西。What's in my bag？ Yes。这个主题已经很多人都用过了，只是我好像我们三个人没有拍过，对啊，个人也没有拍过，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今天可以来分享一下，应该蛮有趣的。可是我的很屌哎，我今天都觉得这一集我很心虚，我要走了。好，那我们先从谁开始？从我开始好了。好了，好，那这就是我的包包，然后我蛮喜欢穿简单的衣服，所以有时候背它，我就会觉得看起来比较酷一点。多酷，就是酷一点点，就很好搭配的一个包包，因为它自己就很有个性，所以我就穿简单就好了。我觉得这个我有被笑到，它也很好装，就是大家可以看这边可以放手机，所以它这样子也比较不会被人家拿走，然后也很有安全感的一个空间。然后它这个地方打开来，空间也很大，多大？就是屁大，蛮大的。给大家看一下我里面的东西，手机就是真的很好放。对，像我说你在路上走就插，对，我就插后面就好。这我很喜欢。一个小包，因为我的包包基本上都很小，所以我就会用小的包包装，零钱啊钱。可以看一下里面有多少钱吗？好，可以看一下。看一下我们小妹平常会带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？好的，身份证、银行卡、一个信用卡，哎呦。哎呦，可以装蛮多东西嘞！哇，这可以装四张卡，这小包包哎，厉害，已经四张卡了。然后再来，还可以装钱钱，可是它零钱不好装，所以我里面没有零钱。我懂，我觉得零钱真的是一个很让人恼人的东西。现在其实很多都可以用悠游卡，也不用用现。对，用手机 BB 啊，用悠游卡。对，你之前在上海生活就超方便。这个真的可以装很多，我其实这个是只有半满而已。爱的啊，我要一个口香糖跟。薄荷糖，为什么？因为姐姐嘴巴臭。对，是因为我们都会很害怕嘴巴臭，因为我们要很近的讲话。然后大姐送的粉饼，哦，这个真好用，因为很薄，这个超好，超好用。然后钥匙，叮叮叮，喷手的，现在很需要消毒，所以就需要喷手，所以我就把它分装到小小的里面这样。还有两支口红，两支原因是什么？看心情，因为这个比较裸色，然后这个比较红，所以如果今天我想要补的话，就可以看心情补哪一支。差不多咯，就还有一个小拉链的，所以就是可以藏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，就这样子。通常来说我是短背，所以我都会这样子肩背，这样子比较 lady， 所以比较 lady， 所以我都是这样子背。介绍完了，换我，因为我的很少，我只有一点点，因为我是属于很不喜欢拿包包的人，我就是越少东西越好，我就是想要拿一个手机就出门了，当然是不可能的啦，前提是要有人帮付午餐钱跟晚餐钱，所以呢，我包包呢就是基本上我觉得越小包包对我来说越方便，但也不能过小，然后我注意到我的个性，我喜欢手拿。我发现我很喜欢背都不背了，我连背都不想背，因为有些衣服有卡在那边我不舒服。哦，然后就卡在胸，一直拉一直拉。对对对，我最主要是我如果先侧背的话，我胸部看起来，你这边好像挤，对，就被挤出来这样。就我觉得你可能也是，我又蛮喜欢穿低胸的衣服，所以我就比较不会想要卡在这边。然后还有一些铁链背起来就是不舒服，就是这边卡。对，不管是在名牌，有时候都是很会卡。我也不喜欢铁链的包包，而且因为可能有些肩膀比较瘦小的人，就会很容易滑掉。对，然后我不太会背右肩、左肩，就是斜斜的。我只会背这边就是以前学生时期背太多了，对，不能背这边不会走路。对，就不会走路，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办，就好像有点失去了重心。所以我买包，我现在越来越了解自己了，我就买手提。那也很谢谢这个包包是我姐姐婆婆送我的，结婚礼物，这也是婆婆送的结婚礼物，哇，好，哇，好，谢谢姐姐。姐姐那时候就听说我喜欢这一款，然后就跟婆婆说，对，我在英国买的，因为那时候好像买不到，蛮难买的，尤其是这个经典花色，
然后我第一次有这个 Dior 的这个叫做 Lady Dior 的包包，就是很优雅的一个包，因为你就没办法这样翻东西，它就是有一个这个东西在这里，有这个包包的人就会知道它有一个这个，所以就是这件事就已经很 Lady 了，你看不到我里面的东西，虽然我里面很乱很乱，就这种小细节都可以知道他当初为什么为这个命名，然后这个也是姐姐帮我特别挑的，对不对？嗯。那当然我不太会绑，大家可以请姐姐教大家怎么绑，因为很多人问我怎么绑。姐姐很会。对，然后听说这个还要洗，那我个人是没有洗，我闻一下是什么味道。哦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哦、真的很不好意思，上次我不小心把它这边角角掉进咖啡里了，所以它被染到咖啡。它本来应该是白色，现在是米黄的。这个包包实在是太像姐姐会带的包包了，就是她穿的衣服啊，对啊，叫 Lady。可是我很喜欢它，因为我穿得很休闲，嗯，所以你如果很休闲，然后又拿很休闲包，你就是太休闲，就会太年轻化。这种像我们看那种混搭，对，混搭，就是你去运动，然后拿一个很好看的，就是那种对对对，很优雅。所以总而言之，我就喜欢这种提包，哈、嗯，就是我现在的自己很了解。我有个小包包，哇，好亮哦。对，因为黄色什么招财，对不对？哦。一个护手霜，好大哦。一个口红，一个发圈。哇，你钱带的比我还少哎、欸！对，一个小香水没了。It's my bag inside. Of course， 还有个口罩，就这样子。跟卡真的蛮多的。好，这就是我的包包。这个我也很推荐哦。对，这个护手霜，因为它就是坐飞机啊什么的，非常方便。我现在就很想换我这个小包，觉得这个小包也太多了。但我不得不说，这个小包用久了，这个皮革感觉很软、欸。嗯，我跟大家推荐这个牌子是 Ding by Lola， 是一个。好像西班牙牌吧，对，是我在智利找到的这个牌子。然后像它这个小牛小羊皮，然后非常的软，越用越软，它才1000多块，打完折可能800。你每次去智利，它都会带蛮多个回来送人的，对对，真的很棒。因为是台湾没有的品牌。Hello， 这是我的包包里面，谢谢大家。它其实这个有背带，只是你不用，我不用，因为那背带是比较粗的。可是我相信如果有需要，也是用得到。是，对。好，这姐姐你真的会把这带拿去洗？会。然后烫，对，对，而且、嗯、而且你有同学说，其实你换了颜色或换了花样，就有一个新的包包。我懂，就是你在这个上面有乐趣，哦、对 对, 对，可以放另外一个影片。哦，你说就拍姐姐手就好了。对对对，怎么样保养这个，怎么做这个的另外一个影片。好啊好啊，我觉得这个应该影片是会有需求的人会很喜欢。好好好。还是先绑一下，是不是？然后下次来做还是绑这样？感觉好像是这个包包受伤了，然后绑了一个什么缎带在他的这个手提上。对，谢谢姐姐，谢谢好好。看一下你背这个，我觉得你背这也很好看。我吗？对啊，因为像我，那你会怎么背？我就穿着很休闲，又随时都想要玩抖音，随时都想要来跳完舞蹈。我就会像这样子，为你们介绍一种头被卡掉，头不被卡掉，时髦吗？但是我不得不说，我会看上这个包包的原因也是，就像跟你这个十年后背都还是不会退流行，因为很经典。我发现我们三个都还蛮经典，经典不会想要太跟潮流。蛮好，之后有没有漂亮一点？差好差好多，就是你拿怎么那么有气质啊？你好搭哦，这个包包。好我上面很多 Dior， 我蛮喜欢 Dior 的吧。对，我也觉得做工很好。嗯，我。丫头来，什么丫头？丫头，重头戏。丫头，对，我想的都不一样。我刚刚想的是丫鬟的丫头，为什么你要丫头？没有，我本来是想要丫鬟的丫头，然后我又不想要这也是这个丫。我本来想什么？丫东山丫头。好，这也是我丫翅，不是丫头重头戏，丫丫轴嘛，丫轴丫轴，丫轴来了，这也是我。很喜欢，看起来很小，但它可能其实容量很够。它有正面跟反面分吗？嗯、没有。哦、okay。然后它的袋子就是你刚刚讲到，我也不喜欢金属链，因为这种会看起来比较休闲、嗯、比较舒服，也可以斜背，可以侧背，它也可以手拿。它这个提法也就是你知道那种细细的拿，像你走路的时候就是这样。他说嗨，叫我。哎 ，Kitty。然后他们家都会有一个很可爱的那个毛球，你就可以另外配。那球很大一个哎。姐姐是很有童趣的人，那下雨怎么办？毛球就湿了。我现在的毛球的味道，这你要给一个位置给毛球塞。毛球的味道，毛球一香啊，就毛球的味道。好，那先介绍钱包嘛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我的也是黄色的，哎呦，金牛很招财哦。要加入这个行业，这个包包超好用的，但是它。
它有没有有点变形了，因为它里面就是可以放钱，然后放卡片，然后可以放很多零钱。这好好用，真的很好用。好好用，我的钱包都装不了零钱。这个是在日本买的，它是可以放腮红，苏苦的腮红，哇，好轻哦。对，然后好多东西哦，旁白好香哦，好薄哦。然后就是一样那个对日本的那个粉饼，然后一定要有个眼药水。眼睛怎么了吗？很干。然后还会有个护唇膏，跟一个口红。然后有都选。然后里面还会有一个耳环。耳环，而且还是狗狗的耳环，好有趣、哦。因为我很喜欢童趣的耳环。哎、欸，大姐带你去隔壁穿耳洞好不好？我大姐是我们三个唯一一个没有耳洞的。你问她为什么没有？怕痛。对，因为你看这个这么小的包包，那么轻，你看它多轻。轻哦，而且它防水，对，就很方便。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么多东西都装到里面去，然后就有一个镜子，划不划？然后你也不会觉得重。这镜子蛮大的。对，它镜子好厉害哦，很轻，厉害哈、哦。嗯，我找了好久那个粉饼。未来不会装。然后还有牙线棒，哦、这个就是这牙线棒是用过的吗？当然。你每一次吃完饭都要用牙线吗？因为我是没有每一次，我是没有用牙线跟牙签。我以前也没有，但是长老了有吗？有东西在牙齿，我觉得老了真的比较容易卡牙线盒。大家 everybody 有没有看过？我没有看过哎、欸，我第一次看到，好 detail 哦，叫做随身牙线盒、欸。我也想看丹丹的，你下一次去开、欸，我们就去开别人的包包好不好？对，我也觉得。讲完了吗？我们讲完了吗？我看里面很多东西吗？还有东西耶、欸，对啦，哦，手机。这个包包你通常都不会关吗？两边这样子要关，我不太会关。可是这两边真的，它真的你看容量好大，它一边可以装这么多东西，然后又有夹缝有拉链，你就觉得哇，这包真的太神奇了。而且因为它是梯形的，所以感觉它下面这边是可以装得了像对长夹型的东西，所以长夹都是可以装进去。对，然后像你出国的那个护照、跟 boarding pass 就可以放进来。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看姐姐包包里的东西，我也是、欸。其实像这个，像这种东西也蛮好放的。我有时候也是，可能就会临时就会抓，但是有时候可能他会有我想要的牙线棒，我也会拿一个放里面。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，好周到的人哦。可是我妈都抓一把的，为什么每一集都在出卖妈妈？还要补一枪？上一集也是，结局都在骂妈妈。然后这集也是，你没有记得吗？小时候妈妈，我印象好深刻，她有为了麦当劳的番茄酱包跟人家吵架，因为她想要多两包，人家不给她。我觉得这好像是以前就是整集都在骂妈妈，在日本有那个发卫生纸，妈妈就会来回走很多趟，为了去拿那个多一点的那个卫生纸。然后你说你以前在日本就学她，对，会自己再穿戴个帽子走过去，装作不是同一个人，然后再走过来再穿一个外套。对对，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是习惯，都是会互相影响。像我现在都是我经过什么都不要拿。因为我知道我拿回家没有用，对，你这样走来走去，还不如去做一点有意义的事，然后再去赚钱买卫生纸。也是啦，结论就是因为我曾经看过一本书，一个人的包包就是不需要太大，表示你的包包多大，你的烦恼有多少。嗯，所以自从我看那本书的书名以后，我包包就变得很小。因为我以前也是什么都带的人，我是连不会用的东西我都会带在身上，然后以为他会用到，嗯，所以我现在就是觉得有真的用到再说。我懂，可当然也是因为有你在旁边，我才敢这样。因为很常他出来跟我出来，他都知道我已经带化妆品了，所以他也不用带了。对，然后姐姐已经带牙线跟卫生纸、哦，所以他也不用带。所以这主题就是把旁边的人训练好，带很多东西，然后自己就不用带。哦，来，大家学起来，快点！像丹丹每一次都会带充电线跟随充，妈妈也会，所以我们就不用带。对，但是我也要讲一下，但是我现在也会练习，不要叫他们拿，是因为你一旦跟他们要，他们就会以为你要跟他们要，所以妈妈永远都带三个围巾。所以我现在就是，我都跟妈妈说，妈妈我不要。所以我就算再冷，我都说我不要。对他，他跟我们吃个饭，他会带三个围巾，因为他真的很好，帮我们准备，然后就是说围巾，围巾，围巾，快快快穿上围巾。然后我说，哦，没有妈妈真好，他都会想到我们。可是就是不想要妈妈累，所以我就会跟妈妈说，妈妈可是妈妈是有点，就是我觉得他是开心，他有被需要感，他有觉得说，哦，我有用啊，你们有要用我的围巾。我只好帮妈妈买超小的包包，他就没有地方放围巾了。是啊，他包包已经不大了姐。对，他会把包包塞很多东西。怎么又是妈妈？我想要他的围巾。我说不要被我妈妈。OK， 所以像我们三个哪一种人比较是像周到一点的，还是像空空的？像我这样就是依靠别人生活的人，也可以。可我是 Kitty 型的，我也觉得很开心。对对对，好，我是依靠别人型包，包包空空型，包包空空型出来靠朋友靠家人。太了解。对，
常。那我应该就是精简到最需要，比如说我一定会带口红。所以你是什么？包包刚刚好，包包刚刚好，然后是以我今天想搭配的包包为主，包包是重点。虽然你再忙再赶，你会还是会换包包吗？会。太厉害。因为不是每个包包都想出门，可是你还是想换那个包包，你会换？会啊，我一定会啊。嗯，对啊。棒。可是里面没什么杂物啊，就先整理好是最重要的。对对 对, 对，好。那姐姐就是周到型的。那我们今天谢谢你们的观看，对，然后我们会陆续出这种影片，希望你们喜欢。如果喜欢的，关注我们，按。真的有人会看吗 ？I don't know。